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世界。日本崎玉县首度推出会发光的 LED 人孔盖，将动漫经典角色铺设在人孔盖上，增添不少趣味。以太阳能发电的人孔盖，亮度柔和又环保，不仅可以指引方向，还能吓阻夜间犯罪。日本崎玉县所泽市的人行道上出现了铺有动漫经典角色的人孔盖，吸引人们驻足观赏或拍照。当夜晚来临，人孔盖闪闪发亮，为回家的人们指引方向。帰り道が結構楽しい感じ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まあ足元見たりとか、いつ帰れたりは、時間がいつもより短いような気もします。8月1日，所泽市上下水道局发表了与角川集团合作的发光 LED 动漫人孔盖，将27款图案铺设在28个人孔盖上，从东所泽火车站开始，一路延伸到预定于11月开幕的所泽樱花城。人孔盖以太阳能发电，相当环保，不仅可以吸引游客，也可以作为夜间照明之用，亮度柔和，不影响视觉。珍しくていいなと思います。でこれ見にいろんな人が遊びに来てくれたらいいと思います。每天傍晚5点，人孔盖被点亮，一直到凌晨2点钟。所泽市也希望发光人孔盖能减少犯罪，维护社区的夜间安全。一名英国骑士挑战俗称跳狗链的机车行驶特技，以将近176公里的时速，用后轮单轮骑了200公尺，有机会以3公里的差距改写2008年由爱尔兰创下的金氏世界纪录。机车渐渐加速，骑士一鼓作气把车头拉起，将双脚跨上把手，让机车用后轮单轮行驶，以时速175.79公里，俗称翘孤轮的方式，持续骑了200公尺。8月15日，英国特技骑士戴维斯于为期2天的世界后轮平衡特技周活动，在英格兰北约克郡的埃尔温顿机场完成了这项高难度特技。I run through some of the modifications I've had to do for it. Is straight bars, removed all the fairing, hand-operated brake, and a hand-operated electronic shift unit, which allows us to shift gears without my foot on their footrests. 这项成绩将由英国计时协会送往金氏世界纪录审核，有机会改写2008年爱尔兰所创的时速173公里的金氏世界纪录。8月16日，一颗小行星以有史以来最近的距离和地球擦身而过，但美国 NASA 事先并没有发现，而是直到它掠过地球6个小时之后，才被加州的天文台观测到。综合媒体报道，这颗被命名为2020QG 的小行星，长度约为3到6公尺，大约有一台小休旅车那么大。8月16日掠过离地球表面最近大约只有2950公里的距离，是有史以来人类所观测到最接近地球的小行星。每年有很多很小的小行星撞向地球，但其中只有少数会在接近地球几个小时之前被侦测到。就平均而言，像 2020QG 这种尺寸的小行星接近地球的机会每年只有几次。 NASA 表示 2020QG 直径约为3到6公尺，就算迎面撞击地球，大多数也会在大气层中燃烧殆尽，化为火流星。也由于距离地球相当接近，小行星的飞行轨迹受到地球引力影响，转了约45度的弯。像是 2020QG 这种大小的小行星约有几亿颗，但它们很难被发现，除非它们非常接近地球。大多数的近地小行星已超过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距离，安全地飞过地球。2021年起，美国政府将在佛罗里达州释放超过7.5亿只基因变异的蚊子，来消灭当地携带致命病毒的蚊子。据报道，当局计划在佛罗里达州释放超过7.5亿只转基因蚊子，而这种蚊子可以造成蚊子幼虫自动死亡，达到消灭蚊子的目的。当局表示，该计划将从2021年起执行，主要用来消灭当地携带致命病毒的波纹伊蚊，控制登革热等疫情扩散。此次试蚊计划得到了联邦监管机构批准。释放的蚊子是 Oxitec 生物技术公司培养的经过基因改变的雄蚊子。雄蚊子以花蜜为食，既不携带病毒，也不会叮咬人类。专家将雄蚊子体内的蛋白质进行遗传改变，使其与自然界的雌蚊子产生的后代会在幼虫期死亡，因而从理论上减少了蚊子的数量。
尽管该公司的科学家声称此类基因变异的蚊子已在巴西和开曼群岛释放完毕，灭虫比例达到 95%， 并且不会对环境和人类构成威胁，但有人对大规模释放转基因蚊子而感到担忧。印第安纳大学疾病专家 Max 表示，一个生态系统涉及许多物种，实验室的测试结果可能与现实不符。最常见的问题包括实验室培养的蚊子是否与自然生长的蚊子有同样的竞争力，蜘蛛、青蛙或小鸟吃了基因变异的蚊子后会不会对其自身产生影响等。尽管存在这些潜在的问题，当地防蚊委员会最终还是以4-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试蚊项目。其支持者声称，佛罗里达州每年花费在灭蚊上的费用就超过$1,000,000，但常规灭虫方式效果不佳，而转基因蚊子或许可以解决该问题。中共病毒重创各国经济，面临这个艰困的时期，智利出现真人版蝙蝠侠，在夜晚发送温暖的食物，抚慰和鼓励许多无家可归的人们。而在阿根廷则出现了可爱的米奇、米妮和皮卡丘，分送物资给贫民区的孩童，为他们带来欢笑与希望。踏着夜色，真人版蝙蝠侠出发了，车上放了温暖的食物，将运送到无家可归的人手中。在智利首都封锁数个月后，提供需要帮助的人温暖与希望。Va netamente por un tema de símbolos, ya, porque un símbolo que uniera a las personas, un héroe que es solidario de punta a punta, tiene una historia muy increíble y él sacrifica en el fondo su vida y su ritmo de vida por la ciudad que ama, por no dejarla caer en la delincuencia.En mi caso, me representó mucho porque quise también sacrificarme un poco por la ciudad y el país que amo. 智利因中共病毒疫情，经济遭受重挫，失业率飙升到12%以上，打破10年来的最高纪录。而同样面临经济重创的邻近国家阿根廷，也出现如蝙蝠侠一般的好心人士，穿着米妮、米奇的布偶装，为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贫困地区的数百名儿童带来欢乐。Le vamos a llevar los juguetes a los chicos que están con su familia en aislamiento, con personajes de Disney, por decirlo así, Mickey Mouse, Minnie, Pikachu, el Hombre Araña, como para sacarle una sonrisa, pese a todo este mal momento, queremos seguir ayudando con la solidaridad y de esto vamos a salir todos juntos si Dios quiere. 该组织共提供了250多个玩具和300多袋糖果分送给孩子们，在每个星期六提供免费食物袋给200个家庭。受中共病毒重创，阿根廷整年经济预期衰退12%，将使得数百万人陷入贫困，将有60%的未成年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巴基斯坦有一只大象，在过去的35年里一直被圈养在动物园中，在2012年唯一的同伴过世后，它只能孤零零的生活。4年前，20多万人联署请愿，要求释放它。直到今年5月底，这只世界上最孤独大象终于重获自由。这头公亚洲象叫卡万，1985年一岁的卡万被斯里兰卡政府作为赠礼送给巴基斯坦，之后一生都生活在伊斯坦堡动物园，在空间狭小的圈养场里生活，成为世界上最孤独的大象。卡万被关在只有90公尺×140公尺的围栏里，没有什么藏身之处，这意味着它经常要被日晒雨淋，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而伊斯坦堡的气温可能达到令人窒息的40摄氏度，而这头孤独的大象却没有遮阴的地方可去。动物园的官员坚称，卡万只有在遭受暴力事件时才会被锁起来，但也有报告指称卡万被管理员殴打，因为他们试图控制卡万的脾气。2015年开始，保育团体为卡万发起联署活动，呼吁释放。今年5月，伊斯坦堡高等法院裁定，卡万才正式获得通往自由的门票。法官在判决中批评动物园在过去30年里未能满足动物的需求，并表示动物也享有权利，应该在满足自己行为、社会和生理需求的环境中生活。法院采取专家委员会的建议，将卡万转移到位于柬埔寨占地100平方公里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曾经是世界上最孤独大象的卡万，很快将抵达柬埔寨野生动物庇护所，颐养天年。过去30年来，肯亚反盗猎有成，当地大象数量增加1倍以上。最近在庆祝大象保育成果的活动上，替大象安装了项圈，好及时追踪大象的行动，保护象群，遏止盗猎行为。近日在肯亚的安博塞利国家公园里举办世界大象日的纪念活动，为了替大象装上追踪项圈，兽医们先将大象麻醉，接着记录他们的身体资讯，最后才完成追踪项圈的装备，用来保护象群不受盗猎者的侵袭。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we have been managed to tame poaching in this country. Our number of poached elephants from January to today has been 7. We regret it has been 7. Last year were 34 elephants poached. The year before there were 80 elephant poached. So you could see the numbers have gone down.肯亚从1989年到2018年之间，大象的数量增加了1倍以上，这可归功于反盗猎工作的加强及新生小象的增加。光是今年，肯亚就创纪录的有138只小象出生，令保育人员相当开心。今年的纪念活动还有举行大象的命名仪式，来庆祝肯亚大象保护计划的成功。近年来，由于亚洲对象牙和犀牛角的需求，使得肯亚及其他非洲国家盗猎活动激增，而肯亚政府为了遏止盗猎行为，将盗猎者处以更严厉的刑罚。镜头转到南美洲，墨西哥阿佛利肯野生动物园正在庆祝两只非洲象的诞生。两只象宝宝一直跟在妈妈身边，但对周围的环境充满好奇，到处跑来跑去。今年7月29日诞生了第一头重达108公斤的雄性非洲象，而接着在8月8日又出生一头112公斤重的非洲象宝宝，这让世界大象日的庆祝活动更加有意义。目前动物园里有15头大象和6只象宝宝，是拉丁美洲最大的非洲象群之一。如果在海上遇到鲨鱼袭击，你会如何奋力求生呢？最近澳洲的雪莉海滩发生第3起鲨鱼袭击事件，一名女子在冲浪时遭受攻击，鲨鱼咬住了她的小腿，好在她的丈夫奋不顾身痛殴鲨鱼，成功救回爱妻。事后这位先生也澄清，他不是像别人说的跳到鲨鱼的背上，而是爬在妻子的背后屁股的上面，利用杠杆的方式由上往下正对着鲨鱼挥拳痛击。澳洲西南威尔斯州麦爵里港的雪莉海滩看似风平浪静，却隐藏着鲨鱼危机。当道尔毫无防备地在海上冲浪，突然间右腿被长达3米的大鲨鱼咬住，试图将它拖入海中。Oh, you see the mother of your child and your support, everything that's who you are, and so you just react. Your body reacts to saying get off, and so you start punching and.You start thinking amazingly where to punch, and so you're like, oh, just attack the eye or whatever. You just start thinking differently, I suppose. 丈夫拉普利使尽全力挥拳痛扁鲨鱼，直到鲨鱼松口为止。而道尔被咬到的当下，奋力求生，设法爬上板子，也是成功救援的关键。I was only about 2 meters away when it grabbed, but if she wasn't on her board by that stage and strong enough to lift herself up, I think it would have dragged her down, or she wouldn't be floatable.And so I think that was a big part of making sure she was okay. 道尔的腿部有严重撕裂伤，还需要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She's in pretty good spirits, still strong, and yeah, she's hopefully all fine from here. But long road to recovery, I think. Yeah. 这是近几个月来雪莉海滩第3起鲨鱼袭击事件。目前麦爵里港海滩地区已经对外关闭。一群海洋考古学者在芬兰海湾寻找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沉船，偶然在潜水时发现一艘沉在海底、可追溯至17世纪的商船。
这艘船在85公尺深的海底，船体罕见地保持得非常完整。专家认为，船只可能是在暴风雨中翻覆，因而漏水导致沉船。不过，在沉船后，曾遭到拖网渔船的撞击，导致甲板有些损坏，围栏也有脱落情况。据非营利组织巴德网介绍，这种福禄特帆船是一种16世纪后期商人为了提升贸易效率而开发的帆船。这是一种三维帆船，船体非常宽敞，可以容纳非常大的货物。这种船也可使用新颖先进的锁具吊挂控制帆船，而这些先进技术可以让船减少所需的船员，借此降低支出，并节省空间运送更多的货物，增加收益。不过为了方便，这些船只通常没有安装武器。最近在瑞士举行的风帆比赛中，新型的滑浪风帆让人耳目一新，带您去看看。本周，来自36个国家的400多位滑浪风帆选手聚集在瑞士希尔瓦普拉纳湖，参加为期一周的风帆比赛。周二，两名荷兰选手莉莲·德格斯和基兰·巴德洛在水翼风帆项目中分别获得女子和男子金牌。And for me, the first time on the IQ foil with all the other girls competing, so I really enjoyed it, and it was awesome. Yeah, it's been really fun, challenging. We did all sorts of formats. We did. 在过去十年中，滑浪风帆运动越来越受到欢迎。水翼风帆将在2024年取代 RSX 风帆，在巴黎奥运会上首次亮相。与 RSX 风帆不同的是，水翼风帆的板和帆的面积较小，加上底层水翼将帆板升起，从而减少阻力，因此在特定风速下，水翼风帆的速度比 RSX 快一倍。当天还举行了风翼冲浪比赛。风翼冲浪采用的帆和水翼风帆不同，淡水板同样使用水翼板，因此可以在稀薄的空气中进行高海拔冲浪。德国政府宣布将修法规定，未来将要求狗主人们每天遛狗至少2次，遛狗时间加起来至少得1小时。除了规定遛狗的时间和次数，这项新法还规定不能将狗关在家中一整天或长时间限制自由，因为狗狗不是人类的大玩偶。尽管这项法案目前诸多细节仍不确定，预计明年才会有后续程序动作，但在德国却已经引发了颇为两极的舆论反应。德国几乎是每5个家庭就有一个会饲养猎犬。狗狗条例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府要怎么检查狗主人有没有落实规定呢？农业部发言人回应，德国16个州都会派员负责执行法律。不过，这项看起来极为动物友善的草案，还是掀起德国网友热烈讨论。德国育犬协会发言人表示，大多数狗主人已经花足够时间遛狗，虽然新规例用意是好的，但并不实际。也有饲主认为，政府管太多，连遛狗这件事情都不能相信自己国民的责任心吗？国家是否能透过公权力规定狗主人如何遛狗呢？最近生吐司很夯，所谓的生就是指天然感，不外加任何东西。彰化一位有20多年国内外经验的甜点师傅，为了让孩子吃到健康的吐司，花了1个多月用业余时间研究生吐司的配方，不止成功做出，上网贩售还意外获得回响。带您直击生吐司的制作过程。倒入等量面粉与上白糖，放入搅拌机内，过程中加入牛奶以及老面，以低速搅拌。最重要的是，放入酵母菌时要以中速搅拌，打面时间大约15分钟。使用的原料通通来自日本，检查面团出现薄膜才能进行发酵。正常就是会有一个薄膜出来，基本上它就已经好了。光是发酵要翻面，经过2次发酵就要花费1个小时。经过分切以及擀面2次，放入发酵箱还要经过1个小时，才能送入200多度高温的烤箱进行烘烤。过程中也分享生吐司的特性。通常就是它的外观会比较柔软，然后再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颜色比较浅，然后再就是4个边，它都是非常的，要怎么讲，皮，而且。皮它的皮没有那么厚，是非常的薄。
赖元胜说，会做生吐司的原因是先前曾经买了条生吐司，小孩询问父亲会不会做，于是利用业余时间研究配方，过程中也做坏了五包日本面粉，并将成品送给丈母娘与亲友试吃。有当时做出来做较济啊，吼，那个料都是好的东西，我们不。唔敢讲摕去哦，饲鸡啦，饲啥物，阮就家己饲人。食起吼，甲咱外口买的胖无同。无同款的。伊个较，伊个吼，迄较油，啊，佫食落较袂饿酸啊。赖元胜也研发出不同口味，例如像是乌龙茶水蜜桃。不过碍于乡下地方高单价生吐司接受度不高，他转而上网贩售，订单竟然供不应求，也让他更有自信和成就感。喜欢栽种新奇作物的屏东里港农友陈玉成，从纽西兰引进的白皮丝瓜四年前驯化成功，远看就像是被削了皮的丝瓜，相当新奇罕见。夏天正是盛产期，一起来看看这种疗愈的丝瓜。一条一条像是被削了皮的丝瓜悬挂在藤蔓上，看起来就像装置艺术。原来这种丝瓜叫削皮丝瓜，这是农场主人陈玉成四年前从纽西兰引进，经过杂交驯化后的特别品种。我以为是白萝卜，你知道吗？可是近看，哎呦，不是嘞。对啊，这个萝卜是应该是长在土里面，怎么会掉在那个空中呢？我在纽西兰看到的时候，那叫第一眼吸引我的嘞，它就像这个艺术品一样，我才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说把它引进到台湾来。削皮丝瓜紫色，皮薄光滑，只要用汤匙轻轻一刮，很快就把皮削下来。不管是蘸酱生食还是热锅快炒，因为胶质多不易变色，少了一般丝瓜的腥味，吃起来口感很特别。热锅快炒，那它很快就熟了，那它不会出水太多，因为它真的到胶质的比例高，然后它也不会变黑。想不到这个削皮丝瓜还可以生吃，如果它有冰镇过，吃起来脆脆的感觉。从水电工程转行跑道的陈玉成，对研究奇异瓜果类相当有兴趣。削皮丝瓜栽种技术比一般丝瓜高，如果授粉不完整，就会长出畸形果。经过四年的努力驯化，现在已经能稳定成长。由于整条丝瓜有90%以上是呈光滑白色，因此他就把它取名为削皮丝瓜。因为它的这个基因非常不稳定，奇形怪状的非常多，那不太符合这个市场的需求。那所以我们就是说用了很长时间呢来驯化它。陈玉成表示，为观觉疗愈性的削皮丝瓜就像是大自然的艺术品，未来量产后将进入量贩超市销售，让更多消费者吃到不同口感的丝瓜。大千世界陪您全家人一起讲知识，合家欢找创意。我是以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